看电影那些年我们看过的少儿频道，还记得小时候会每晚六点守在电视机前看大风车。看大风车的日子已经过去好久了，而每晚七点小鹿姐姐的动画梦工厂也是童年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卡通欢乐岛，快乐少不了。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，欢迎准时和小鹿姐姐跳跳龙相聚在动画梦工厂。下面的时间里一起来看今天精彩好看的动画片，一起来看吧。以前平凡的一天都是我现在遥不可及的日子，还有每晚九点播出的银河剧场，每次看不了一会儿就被父母赶去睡觉。想看却再也看不到了。智慧树里的红果果绿泡泡则是我最早嗑过的 CP。 智慧树下，智慧果，智慧树下，你和我。小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智慧树乐园。最后他们也走到了一起，觉得这么多年了我反而越来越喜欢他。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样想。那我当然也是这样了。你好坚强。童话故事并没有骗我们，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少儿频道那些经典开场给我们带来满满回忆。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。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，我喜欢。一晃20年过去了，这大概就是90后的整个童年吧。